我的预约吗？有，你就是4点半预约的。哦，你好，姐来了。来，哇，今天这么多人，麻烦跟我走。 我2009到TVBS以来第一次参加 TVBS 的综艺节目，就来之前我蛮紧张的，想说石敬秀，那我要讲什么？欢迎光临，哇，长得很像。你 OK 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我在试试精油。好，因为那个摸摸恰恰，我们的设计师呢，现在已经被那位陈先生预约了。是。 拇指，拇指，很像呢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丽华姐，我今天要护发，然后吹一个造型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所以总监会在旁边。会，OK，好。丽华姐，你今天有想要做什么特别造型？有，我有选一个，我想做的难度比较高，可是你们可能会笑死。难度高。 他可以啊，你认得自己吗？没有，因为在吗？对，因为他是复古嘛，我说我要吹巴林年代那个松田圣子啊、早见优啊、林慧萍那种头发，对，主要是因为我想来踢馆，我觉得这种头发不好吹，我没有烫，又没有剪层次。那复古的，我拍一下。 可是因为头发很直哦，所以可能就是在试试看。我需要试试看，对对对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我们有一些电棒卷。好，谢谢。那丽华姐，你有想要坐席还是躺席？我们两种你可以自己选。我选坐席，因为现在都没有人给人家坐席。对，我们有这个古老的技术。周刊可以借我看吗？我洗头的时候会看周刊。可以。周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今天礼拜四应该昨天有新的嘛？还是商业？新的就行了。新的。哦啊，不用商业天下那么那么严肃。 对，丽华姐来就是要放松的。他们会逼掉进周刊。他们想说，他们不会点酒吧？他们他喝热美式。哦，哎呦，终于有人点咖啡了。对，你们是滤过吗？对啊，承诺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滤挂是冲泡咖啡。这样子的话算热美式吗？我如果泡的时候，就是热美式啊，对啊，你热水加进去热美式啊，就是黑咖啡。 对，而且就在附近，其实。不行，以后来我们店。今天看你们怎么表现，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对，而且就在附近，其实。不行，以后来我们店。今天看你们怎么表现，这样。好，对，好好会。真的没有，是那个。没有，我等下帮你洗。好，我先帮你。谢谢。不会。我们的店跟别的店不一样，我们不止让你外表，当你外表本身就很。你们还有没有？香氛灰你知道吗？因为一个人的心里情怎么样，其实会很影响你。没错没错，对。然后这个叫做七彩正念卡。彩虹卡这么无聊的，都可以尬聊成这样。我说红醋很厉害啊，红醋很会聊。那个
哎，这是祝福还是说我抽到我现在的状态？应该是说他比较对应，他觉得你需要什么，啊，哦，对啦，我现在很从来没有给那个不熟悉的造型师，你很没有安全感，他告诉你说啊，那这个很准，你很安全，这很没事的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你还没订阅来吧？营业中的频道哦，这样就 out 咯，赶快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能跟着我一起走在时尚的尖端。